如果你们想要看更多未公开影片的话，那么请你在我的订阅键旁边点订阅按铃铛，过后也可以顺便的把这一个加入点下去，每一个月10块钱会自动帮你付款，随时可以取消订阅。给啊 ，blessing 啊，加持。是我们要去的庙呢，堪称是在 KL 里面相声的主庙，因为这一间庙呢，算是一间百年老庙，它是在 Bulu Central 的隔壁而已。这一间相声的庙一开始是一个英国高官拜的，然后呢就越拜越灵，就开始起庙，而起庙年份是在1897年，它是坐落于这一个高等法院的附近，所以很多人如果要打官司的话，他们都会去拜一下相头身，因为他们相信相头身会帮他们打赢官司，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看看一下啦哦。今天我又来到了 Batu Cave， 然后今天是相声的大日子，也就是我们华人讲的做单啊。然后今天我就带大家看一下 Batu Cave 这里是怎么庆祝相声的生日啦，所以接下来都是 footage， OK。给啊 blessing 啊，加持，给啊 blessing 加持。
现在呢，我要爬上去这马杜克。在前几段日子里面呢，我就有拍摄我爬这个马杜克，然后在今年台上我是有爬，所以现在我是过斜爬 ，OK， Let's go。其实教你们一个秘诀，能爬这个马杜克，不用觉得它很高啊，很累啊什么，你们只要看下面爬。你不要看上面，你看下面爬，这样子，这样的视角，其实是没有问题了。所以我们就这样子就已经到了，根本都不会喘了，其实。还是跟那时候的场景一样，只是比较少人而已。前面这里就是摩鲁干的神庙了，然后我们会进去，还有上面也是有一间，然后你们看它旁边有很多个金身啊、雕像那些。OK， 这个是摩鲁干神庙的大门，我们进去里面拜摩鲁干大神啊。OK， 这就是摩鲁干大神，他就是在这个金洞里面，这个也是很多历史。在旁边呢，就是象头神，也是摩鲁干的哥哥。这个听讲是纯金的摩鲁干精神，全部都是信徒报销了。现在我们要爬上去上面这个神庙，所以这边呢是拜这个摩鲁干跟他两个老婆。这摩鲁干还蛮帅一下的，真的很帅啊，这摩鲁干。所以我真的是有时候很佩服这些神，他们是怎么样去找到一个风水这样好的地方？哇，干美啊！前面这一尊呢是西巴，旁边就是他老婆帕瓦蒂。这个西巴呢是在跳舞的西巴，他跳的是毁灭之舞啊。然后这一间啊是拜 Vishnu 的庙，我们上去看一下。哇，这间 Vishnu 庙也是蛮美一下哦，真的很美哦。这个就是哈努曼，然后旁边下面呢就是哈努曼的庙，